报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回头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本次会议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现在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8年3月22日下午20:30，3月26日上午9时，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协商主题一：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二、委员吴志扬等1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林德福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陈一鸣等1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五、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杨振武等1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协商结论一：各党团同意将108年3月25日星期一本院交通委员会并案审查完竣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等案纳入本次院会讨论事项第一案并案处理。二、第35条增订第35条之一、增订第35条之二、第37条、第67条、第85条之二等条文，均照协商内容通过如后附，其余条文均照审查会意见通过。三、附带决议已向如后附。四、本案定于108年3月26日星期二进行处理，先宣读前开并案处理之审查报告，进行讨论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依亲民党党团一人、时代力量党团一人、国民党党团二人、民进党党团二人之顺序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为3分钟，轮流交叉发言完毕即进行本案之二三读，完成立法程序。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管碧玲、陈一杰、郑运鹏、黄国昌、李鸿钧、江启臣、沈智慧、吴志扬、陈一鸣、周春敏、周成秀祥，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的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报告院会，依上述协商结论，各党团同意将108年3月25日星期一交通委员会并案审查完竣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等案纳入本案并案处理。现在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杨振武等1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18条之条文草案等10案之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8年3月25日举行权力委员会议，由李召集委员昆泽担任主席并案审查本案，会中委员沈智慧等说明提案要旨，均经交通部部长林佳龙等说明并回应委员提案。审查过程中，主交通部外司法院等一军派员列席。本案经报告说明及询答后，旋即进行讨论并完成审查。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与相关法案并案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李召集委员昆泽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李委员昆泽补充说明。李委员没有补充说明。现在依协商结论，由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第一位请陈怡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根据警政署的公布资料显示，107年酒驾肇事死亡人数是100人，肇事受伤人数高达5583人，取缔酒驾违规是101202件，移送法办的有57826件。那在这里呢，亲民党团肯定警察同仁的努力。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尽力取缔酒驾行为，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但是呢，有统计资料指出，酒驾再犯的比率既然也高达38.1%，那显见呢，现行的法令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哦。但因此，本席与亲民党不断谴责酒驾行为，也持续与相关部会讨论推动酒驾的修法。本次修订的道交条例，经过4次的党团协商、2次的院长协商，终于在今日取得各党团的共识。那在这么多次的协商当中，亲民党维持一贯的主张，落实酒驾零容忍，要求加重酒驾刑责及罚锾，酒驾累犯者按次加罚90000，且酒驾累犯呢酒测值只要超过0.25就可没入他的车辆。
那然而呢，法律处罚对于酒驾的威吓效果呢，仅限于在心灵上。那如何预防酒驾更为重要。那因此，亲民党提出与酒驾者同车的乘客，也所谓的就是这个连坐法的部分呢、哦，以及汽车所有人都应该对于酒驾的行为负起相关的连带责任。此外呢，亲民党也主张针对有酒驾记录的驾驶人，全面推行强制性的酒精锁的这个政策，从根本上去拒绝酒驾者上路。那如此一来呢，马路用路人的安全皆能获得保障；二来也省去警察事前的各种酒驾临检及司法事后追究所耗费的人力时间成本。那亲民党认为，预防酒驾为政府推动社会的安全网之治安维护计划的重要环节。那酒精所预防酒驾之证据相当明确，相关行政机关也应该尽速依照通过后的道交条例实施。那本席在这边也要重申，酒驾行为是令人愤怒的、哦、酒驾的受害者也是令人心碎。那今天通过了这个道交条例的修法，回应了人民严惩酒驾的期望，也希望透过高罚则以及各项的防护措施，逐年降低酒驾肇事率。谢谢大家。接着请黄国昌委员。主席，本院委员，从2017年4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完成委员会的审查，到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了，历经了4次的协商，以及在过去这段时间院长所亲自主持的协商，朝野政党终于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候达成了共识。我知道对很多关心酒驾的朋友，特别是对于很多酒驾因此而受害的家庭，这是一部迟来的法案，真的让大家等太久了。我相信台湾社会对于酒驾零容忍的态度，如何在立法政策上予以落实，是我们立法者的责任。时代力量党团从2年以前提出来相关在强化酒驾防治上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条文，包括了针对有关于拒绝酒测要强化的处罚，特别是针对累犯，包括了我们希望针对同车共责的条款能够引进日本的立法例，包括了为了要让被害者以及被害的家属获得进一步的补偿跟保障，我们希望能够增订惩罚性的违约金。当然，最后立法的结果或许跟我们当初所提出来能够达到规制的强度会有一些妥协，会有一些折衷，但是到最后今天党团协商的时候，时代力量党团的立场就是，我们希望赶快的促成这一部酒驾防治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草案的完成审查，完成立法。那也因此迈出了第一步。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更强化的部分，我们希望在这一次修法当中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希望设定目标的部分，未来都还有努力的空间。我想接下来除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外，刑法的修正将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非常感谢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包括酒驾防治协会非常多关心酒驾防治的朋友对于立法院所提供的指教以及希望完成立法的呼声。接着请江启臣委员。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今天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关酒驾部分的修法协商的通过，是许多人命换来的。许多人在无辜的状况底下，因为酒驾牺牲了生命，许多的受害的家庭因为酒驾而被害。所以今天协商的完成的道交条例当中，有关酒驾的部分，包括了提高了酒驾还有拘测罚款的额度，延长吊扣驾照的年限，汽机车分流的处罚，加装酒精锁，同车共责，酒测累犯拘测还有拘测累犯得没入车辆，还有惩罚性赔偿等等，这一些修法的内容跟措施，朝野各党派大家都想方设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治酒驾，来落实酒驾零容忍的目标。立法院朝野各党团对于严惩酒驾一直有高度的重视，但是行政机关的态度却是常常心口不一。本案从委员会审峻到现在，其实耗时两年以上。两年以来，只有召开过四次的协商。两年来，我们很遗憾没有看到行政部门，包括在道交条例上面，提出任何的草案到立法院来审议。最后是在朝野各党团还有民间团体的努力要求之下，迫使行政机关提出具体的对案，也才有今天的协商的结论，还有立法的通过。今天道交条例的修法只是严惩酒驾的开始，接着还有刑法第185条之三，提高酒驾刑责的审查，甚至未来从源头来防堵酒驾的修法，如何在酒害修法相关等等多管齐下，来根绝酒驾，让悲剧不再发生。这是朝野各党团还有民间，甚至我们要求行政部门要继续努力，共同努力，提出具体可行的修法的方案及条文，来尽速通过立法。今天立法通过之后，未来仍需要行政机关来严格执法，落实处罚，展现政府对酒驾零容忍的态度跟决心。谢谢。接着请郑运鹏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常常在形容，台湾是治安的优等生，但是却是交通的劣等生。那我拿一个数据来跟大家报告。根据106年的警政统计，那我们当时的刑案受害人总共死亡人数有788人，其中有63%以上，那是因为驾驶过失而致死。所以可见得台湾的治安不错，但是我们因为交通事故而往生的人非常多。那这是刑案的部分。那如果我们以单纯不是刑案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话，我们最高峰的时候，大概1989年的时候，一年曾经高达7851人，那是高峰。后来我的形容是，我们在交通事件的处理上面，交通规则的处理上面，曾经有发生了2次的一个大救援行动。第一次是在陈水扁市长的时候，推动全国骑机车戴安全帽。那个时候全国推动之后，虽然有反弹，但是我们在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大量的减少了40%左右。那第二次我们大量的处分了机车违规左转，那个时候又降低了一些。第三次是1999年的时候，那我们修正了刑法185之3条，那个时候对于酒驾强制移送法办，让酒驾的发生人数大量的减少。但是我们可以看起来，这几年从185之3条移送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的人数，也就是说对于酒驾这样的行为，大家已经感到弹性疲乏。我们的道交条例也好，刑法的处分也好，对于这些酒驾
的行为，酒驾累犯的行为已经到了疲乏期，也因此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说如何透过更有效的管理手段来让我们减少我们的酒驾的发生数。那因此今天我们的道交条例里面，在集合各方智慧之后，我们有达成了几个共识方向，这一点也感谢各位委员及专家学者跟部会的参与。第一个，酒驾的累犯，我们不但加重处分，而且累计处罚。这个是我在2017年4月26号在委员会提出来的概念，也很感谢经过了两年，我们修正的更完整，不但把汽机车分开，而且加重了累计处分，也可以执行。第二个，拒绝酒测的行为，其实比酒驾可能发生更严重的状况。有些人为了拒绝酒测，加速逃逸，所以撞死了很多无辜路人跟执行的员警。所以这一次拒绝酒测，不但累计处分，而且加重处分，从18万元36万元起跳。第三个，我们也希望透过道交条例的修正，让我们同行的乘客也有劝导的一个意识。因此，我们在增加了驾驶人如果酒精浓度被测到超过0.25，同行乘客也有600元以上的处分。但是我们排除掉未成年跟老人跟特殊状况，我们希望同行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最后，对于被害人，我们也增加了交通运输业它的惩罚性的赔偿，也希望说透。接着请沈智慧委员。副院长，本院各委员，首先感谢朝野各党团支持智慧的提案，让酒精所立法已经完成了。酒驾再犯者必须加装酒精所，否则给予相当的裁罚，而且是抓一次罚一次。感谢朝野各政党党团以及所有参与的委员。其次，很遗憾的是，很多人是不怕罚，怕把他拘留。这个部分在这一次修法没有过关，但是也获致了这个行政院的相关部会愿意在3个月内提出相关的周延性的对案。我们国民党的党团的立委及本席，我会继续追踪这样的一个立法，我们会提出更加周延的法案，再次提案进立法院，再度来希望获得我们本院朝野各政党的委员及党团的支持。我认为要配套，就是要让酒驾者应该抓到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相当的裁处拘留，他才一个裁处拘留的时间，他才会怕。这是我们要做一个配套措施。其实未来我们还有些需要努力的地方。第一个，刑法183条之3的这个条文修正案还在等行政院的对案到立法院来。再次的呼吁行政院，你们加油吧，我们等你们很久了，要周延立法，在刑法提高这个酒驾再犯者他的这个刑度的提高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方式。这个修法希望你们不要再延宕了，这是在这个部分呼吁行政院赶快提对案，以免我们立法院的法案在这里继续空转着。第二个，有关于本席也再次提出5个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就是对于今后如果这个法能够通过的话，对公务人员敢再犯酒驾的话，不得升迁，必须惩处，也不得再任公务人员，同时也不得再参选所谓中央及地方的民意代表及机关首长等等。以及我们未来希望这些这个周延的配套的修法措施能够在立法院朝野各政党的党团的党团以及所有立法委员共同支持，因为酒驾是零容忍，保护人民的权益是一个立法委员所该做的。这个事情已经是人神共愤，而且是朝野各政党都想做的事情。我们千万也不要因为行政院各部会因为执法上的有些困难而不去思考怎么样在法律周延性的突破，而让我们的立法变成
又慢，而且立法甚至受到阻碍，这是我们认为不可以的。我们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我们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我们一起努力吧，谢谢大家。接着请周春米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想现在我们要进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条文的一个说明。那我想今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阶段，我可以站在这边发言，我们都是心存感激，因为这也是好多好多人的努力，但是也是存在于好多好多人的付出的代价。那我从法院的事务走来，我执业过律师，我看过在法院看过很多的个案，在法院看过很多个案的差别，也在法院看到很多法院在量刑上面过轻，或者法院在量处损害赔偿过少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对于酒驾，对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针对酒驾，我们要更如何来完善来修法，我也提供了我在第一线现场的观察。那感谢各个朝野党团，感谢各位社会的指教，今天我们做得出来的一个协商的结论，就条文的部分，我们考虑到了汽机车的分别，但是我们也不能容忍，当你再犯的时候，这还要再去做差别。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处罚同车共责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规范，让全社会，让你周遭的人，让跟你同车的人，大家一起来督促防治酒驾，大家一起来避免酒驾的这样的一个憾事。所以我们在考量警察的执法上面，考量在举证责任不要造成纠纷的这个情况上面，我们做了跟之前讨论的协商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差别待遇。另外在没入车辆的部分，我们要给酒驾者一个严重的处罚。那在没入车辆的部分，我们同样也跟刑法的责任上面采取了没收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而且在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这部分的没入的范围又更加大，为的就是要杜绝酒驾，为的就是要让酒驾者让他在财产上的损害付出更大的责任。另外刚刚几位委员也提到，在拒绝酒测的部分，我们也不能容忍他在这部分的一个侥幸性，所以我们对他的处罚也相对的对于酒测者更来得重。另外这个所谓的这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这个跟一般的这个营业性或者是商业的纠纷，我们做了区别待遇。我们希望在运输业者他所雇用的这个驾驶的业务人这边，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这个运输业者你所雇用的，你还涉及了业务的驾驶酒驾的行为，我们要提高在你的损害赔偿上面，我们要给运输业、给雇主业者有一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以上种种的讨论，感谢大家很审慎的讨论，我们很完当很感谢。法院会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均已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维持现行条文。第十八条之二不予增订，请宣读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汽机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机车驾驶人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一致保管开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一年。
至二年，负债未满十二岁儿童或婴儿肇事致人受伤者，并吊获其驾驶执照二年至四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一、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二、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及其相类似之管制药品。汽车驾驶人有前项应受吊扣情形时，驾驶营业大客车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婴儿肇事且负债有未满十二岁儿童致人者，按其吊扣驾驶执照期间加倍处分。本条例中华民国108年3月26日修正条文施行之日起，汽机车驾驶人于五年内第二次违反第一项规定者，依其驾驶车辆分别依第一项锁定罚锾最高额处罚之；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违反本项所处罚锾金额加罚新台币90,000元，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汽机车驾驶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80,000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一、驾驶汽机车行经警察机关设有告示执行第一项测试检定之处所，不依指示停车接受稽查；二、拒绝接受第一项测试之检定。本条例中华民国108年3月26日修正条文施行之日起，汽机车驾驶人于五年内第二次违反第四项规定者，处新台币360,000元罚锾；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违反本项所处罚锾金额加罚新台币180,000元，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如肇事致人受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汽机车驾驶人肇事拒绝接受或肇事无法实施第一项测试之检定者，应由交通勤务警察或依法令执行交通稽查任务人员，将其强制移由受委托医疗或检验机构对其实施协议或其他检体之采样及测试检定。汽机车所有人明知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一项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驾驶者，依第一项规定之罚锾处罚，并吊扣该汽机车牌照3个月。汽机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年满18岁之同车乘客，处新台币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但年满70岁心智障碍或汽车运输业之乘客不在此限。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情形，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依行政法法第7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规定没入该车辆。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一项、第三项或第四项之情形，同时违反刑事法律者，经移至保管汽机车之领回，不受第85条之二第二项应同时减负缴纳罚锾收据之限制。前项汽机车驾驶人经裁判确定处以罚金低于第92条第四项锁定最低罚锾基准规定者，应依本条例裁决缴纳不足最低罚锾之部分。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增订第35条之一。第35条之一，汽车驾驶人经依第67条第五项规定考领驾驶执照后，不依规定驾驶或使用配备车辆点火自动锁定装置汽车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车。前项车辆点火自动锁定装置由他人代为使用解锁者，处罚行为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第一项车辆点火自动锁定装置之规格功能，应配置车种配置期间管理及其他应遵刑事项之办法，由交通部会同内政部定之。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增订第35条之二。第35条之二，汽车运输业所属之职业驾驶人，因执行职务驾驶汽车有违反第35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或第五项之情形，致他人说有损害而应负赔偿责任者，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请求，依侵害情节酌定赔偿额
酌定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另该汽车运输业者赔偿，但选任受雇人及监督其职务之执行已尽相当之注意，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汽车运输业者不负赔偿责任。前项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请求权自请求权人之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起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赔偿原因发生之日起与五年者一同。宣读完毕。遭协商条文通过。第37条。第37条，曾犯下列各罪之一，经有罪判决确定，或曾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因为交付感讯确定者，不得办理汽车驾驶人职业登记：一、故意杀人、故意重伤、抢劫、抢夺、强盗、恐吓取财或掳人勒赎；二、刑法第184条、第185条或第185条之三；三、刑法第221条至229条、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第24条至第27条，或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3条至第37条，四、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7条或第8条，五、惩治走私条例第4条至第6条，六、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第4条或第6条，七、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犯前项第3款以外各款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于申请职业登记前12年以内未在受刑之宣告或执行，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一、缓刑期满而缓刑之宣告未经撤销；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经执行完毕或赦免，或曾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因为交付感讯期满。计程车驾驶人犯第一项所列各罪之一，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后，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处有罪判决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除符合前项规定之情形外，不得再办理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与职业。计程车驾驶人犯故意伤害刑法第231条之一至第235条及第325条之一各罪之一，或利用职务上机会犯窃盗诈欺妨害自由，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于6个月确定而未受缓刑之宣告者，废止其职业登记，且3年内不得办理。利用职务上机会犯侵占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者，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处有罪判决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且3年内不得办理。机车驾驶人受前二项吊扣职业登记证之处分，未将职业登记证送交发证警察机关者，废止其职业登记。机车驾驶人违反前条及本条规定，因废止其职业登记或吊扣其职业登记证者，由警察机关处罚，不适用第8条第1项第1款规定。经废止职业登记者，其职业登记证由警察机关收缴之。计程车驾驶人职业资格职业登记测验执业前，在职讲习与讲习费用收取登记证核发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同交通部定之。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第45条。第45条，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一、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驶；二、在单车道驾车与他车并行；三、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四、在多车道不依规定驾车；五、插入正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六、驾车行驶人行道，其行至无号志之圆环路口，不让已进入圆环之车辆先行；八、行经多车道之圆环，不让内侧车道之车辆先行；九、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少线道车不让多线道车先行；车道数相同时，左方车不让右方车先行；十、起始前不让行进中之车辆行人优先通行；十一、闻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之警号，灾后跟随即使或驶过在救火时放置于路上之消防水袋；十二、任意驶出边线或任意跨越两条车道行驶；十三、
机车不在规定车道行驶；14与幼童专用车、校车不依规定礼让或减速慢行；15行经无号志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规定或标志标线指示；16占用自行车专用道；17文或见大众捷运系统车辆之声号或灯光不依规定避让或在后跟随迫近；文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之型号不立即避让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前项情形致人死伤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9万元下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67条。第67条，汽车驾驶人曾依第27条第3项、第29条之二、第5项、第35条第1项、第3项后段、第4项后段、第5项后段、第54条、第61条第1项第1款、第2款、第62条第4项后段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但有第67条之一锁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汽车驾驶人曾依第29条第4项、第30条、第3项、第35条、第3项前段、第4项前段、第43条、第2项、第3项、第45条、第3项、第61条、第1项、第3款、第4款后段、第62条、第4项前段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3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汽车驾驶人驾驶营业大客车，曾依第35条第2项规定吊销职业驾驶执照者，4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依第35条第5项前段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5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汽车驾驶人曾依本条例其他各条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1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汽车驾驶人曾依第2项及前项规定吊销驾驶执照，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期间计达6年以上者，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但有第67条之一锁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汽车驾驶人曾依第35条规定吊销驾驶执照，唯一规定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申请考领驾驶执照。前项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之实施对象、教育或治疗实施机构方式费用收取，完成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之认定标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交通部会商卫生福利部定之。第1项至第4项不得考领驾驶执照规定，与汽车驾驶人系无驾驶执照驾车者亦适用之。汽车驾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受吊扣驾驶执照处分；与汽车驾驶人系无驾驶执照驾车者，在所规定最长吊扣期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第73条。第73条，慢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一、不在划设之慢车道通行，或无正当理由在未划设慢车道之道路不靠右侧路边行驶；二、不在规定之地区路线或时间内行驶；三、不依规定转弯、超车、停车或通过交叉路口；四、在道路上争先争道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五、在夜间行车未开启灯光；六、有行进间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之行为；慢车驾驶人驾驶慢车经测试检定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慢车驾驶人拒绝接受前项测试之检定者，处新台币2400元罚款。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85条之二。第85条之二，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依本条例规定应予禁止通行、禁止其行驶、禁止其驾驶者，交通勤务警察或依法令执行交通机场任务人员应当场执行之，必要时得进行一致保管其车辆。前项车辆所有人或其委托之第三人，得于保管原因消失后，持保管收据及行车执照领回车辆，其违反本条例第35条规定者，应同时减负缴纳罚款收据；但初次违反规定且未发生交通事故者，得减负分期缴纳罚款收据领回车辆。依第35条规定，被进行一致保管之车辆，属租赁车业者之车辆，得由车辆所有人检具租赁契约书、违规驾驶人姓名、住址并拒检后，据以取回被一致保管车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85。
五条之二。第八十五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七条，受处分人不服第八条或第三十七条第六项处罚之裁决者，应以原处分机关为被告，竟向管辖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提请诉讼。其中撤销诉讼之提起，应于裁决书送达后三十日之不变期间内为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报院会全案经过二读。一、协商结论继续进行三读，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三十五条，汽机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机车驾驶人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应至保管开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负载未满12岁儿童或婴儿肇事致人受伤者，并吊扣其驾驶执照2年至4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一、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二、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及其相类似之管制药品；汽车驾驶人有前项应受吊扣情形时，驾驶营业大客车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因而肇事且负载有未满12岁儿童之人者，按其吊扣驾驶执照期间加倍处分。本条例中华民国108年3月26日修正条文施行之日起，汽机车驾驶人于5年内第二次违反第一项规定者，依其驾驶车辆分别依第一项锁定罚锾，最高额处罚之；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违反本项所处罚锾金额加罚新台币9万元，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如肇事致人受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汽机车驾驶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一、驾驶汽机车行经警察机关设有告示执行第一项测试检定之处所，不依指示停车接受稽查；二、拒绝接受第一项测试之检定，本条例中华民国108年3月26日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起，汽机车驾驶人于5年内第二次违反第四项规定者，处新台币36万元罚锾；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违反本项所处罚锾金额加罚新台币18万元，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令。汽机车驾驶人肇事拒绝接受或肇事无法实施第一项测试之检定者，应由交通勤务警察或依法令执行交通稽查任务人员，将其强制移由受委托医疗或检验机构对其实施协议或其他检体之采样及测试检定。汽机车所有人明知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一项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驾驶者依第一项规定之罚锾处罚，并吊扣该汽机车牌照3个月。汽机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年满18岁之童真乘客，处新台币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但年满70岁、心智障碍或汽车运输业之乘客不在此限。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情形，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得依行政法法第7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规定没入该车辆。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一项、第三项或第四项之情形，同时违反刑事法律者，经移至保管汽机车之领回，不受第85条之第二项应同时减负缴纳罚锾收据之限制。前项汽机车驾驶人经裁判确定处以罚金低于第92条第四项锁定最低罚锾基准规定者，应依本条例裁决缴纳不足最低罚锾之部分。
第35条之一，汽车驾驶人经依第67条第5项规定考领驾驶执照后，不依规定驾驶或使用配备车辆点火自动锁定装置汽车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车，且向车辆点火自动锁定装置由他人代为使用解锁者，处罚行为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第一项车辆点火自动锁定装置之规格功能，应配置车种配置期间管理及其他应遵刑事相之办法，由交通部会同内政部定之。第35条之二，汽车运输业所属职业驾驶人应执行职务，驾驶汽车有违反第35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或第五项之情形，致他人受有损害而应负赔偿责任者，法院得依被害人之请求，依侵害情节酌定损害额在酌定损害额3倍以上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令该汽车运输业者赔偿，但选任受雇人及监督其职务之执行已尽相当之注意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汽车运输业者不负赔偿责任，其向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请求权自请求权人之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起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赔偿原因发生之日起与5年者一同。第37条，曾犯下列各罪之一，经有罪判决确定或曾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应为交付感讯确定者，不得办理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一、故意伤人、故意重伤、抢劫、抢夺、强盗、恐吓取财或掳人勒赎；二、刑法第184条、第185条或第185条之三；三、刑法第221条至第229条、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第24条至第27条或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3条至第37条；四、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7条或第8条；五、城市走私条例第4条至第6条；六、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第4条或第6条；七、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犯前项第3款以外各款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于申请职业登记前12年以内未在受刑之宣告或执行，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一、缓刑期满而缓刑之宣告未经撤销；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经执行完毕或赦免，或曾依减速流氓条例裁定应为交付感讯期满；计程车驾驶人犯第一项所列各罪之一，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后，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处有罪判决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除符合前项规定之情形外，不得再办理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与执业。计程车驾驶人犯故意伤害刑法第231条之一至第235条及第315条之一各罪之一，或利用职务上机会犯窃盗诈欺妨害自由，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于6个月确定而未受缓刑之宣告者，废止其职业登记，且3年内不得办理。利用职务上机会犯侵占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决有罪者，吊扣其职业登记证，其经法院判处有罪判决确定者，废止其职业登记，且3年内不得办理。计程车驾驶人受前二项吊扣职业登记证之处分，未将职业登记证送交发转警察机关者，废止其职业登记。计程车驾驶人违反前条及本条规定，应废止其职业登记或吊扣其职业登记证者，由警察机关处罚，不适用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经废止职业登记者，其职业登记证由警察机关收缴之。计程车驾驶人职业资格、职业登记、测验职业前在职讲习与讲习费用收取、登记证核发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同交通部定之。第45条，汽车驾驶人遵道行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一、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驶；二、在单车道驾车与他车并行；三、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四、在多车道不依规定驾车；五、插入正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六、驾车行驶人行道，其行至无号志之圆环路口，不让已进入圆环之车辆先行；八、行经多车辆之圆环，行经多车道之圆环，不让内侧车道之车辆先行；九、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少线道车不让多线道车先行；汽车数
车道数相同时，左方车不让右方车先行；十七日前不让行进中之车辆、行人优先通行；十一闻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之警号，在后跟随即驶或驶过在救火时放置于路上之消防水带；十二任意驶出边线或任意跨越两条车道行驶；十三机车不在规定车道行驶；十四遇幼童专用车、校车不依规定礼让或减速慢行；十五行经五号至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规定或标志标线指示；十六占用自行车专用道；十七闻或见大众捷运系统车辆之声号或灯光不依规定避让或在后跟随迫近；闻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之警号不立即避让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元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前向前行致人死伤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第67条，汽车驾驶人曾依第27条第3项、第29条之第5项、第35条第1项、第3项后段、第4项后段、第5项后段、第54条、第61条第1项、第1款、第2款、第62条第4项后段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但有第67条之一锁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汽车驾驶人曾依第29条第4项、第30条第3项、第35条第3项前段、第4项前段、第43条第2项、第3项、第45条第3项、第61条第1项、第3款、第4款后段、第62条第4项前段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3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汽车驾驶人驾驶营业大客车，曾依第35条第2项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4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依第35条第5项前段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5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汽车驾驶人曾依本条例其他各条规定吊销驾驶执照者，1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汽车驾驶人曾依第2项及前项规定吊销驾驶执照，不得考领驾驶执照期间计达6年以上者，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但有第67条之一锁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汽车驾驶人曾依第35条规定吊销驾驶执照，或依规定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申请考领驾驶执照。前项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之实施对象、教育或治疗实施机构、方式、费用收取、完成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之认定标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交通部会上卫生福利部定之。第1项至第4项不得考领驾驶执照规定，与汽车驾驶人系无驾驶执照驾车者亦适用之。汽车驾驶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受吊扣驾驶执照处分。与汽车驾驶人系无驾驶执照驾车者，在所规定最长吊扣期间内不得考领驾驶执照。第73条，慢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一、不在划设之慢车道通行，或无正当理由在未划设慢车道之道路不靠右侧路边行驶；二、不在规定之地区路线或时间内行驶；三、不依规定转弯、超车、停车或通过交叉路口；四、在道路上争先争道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五、在夜间行车未开启灯光；六、行进间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之行为；慢车驾驶人驾驶慢车经测试检定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慢车驾驶人拒绝接受前项测试之检定者，处新台币2400元罚锾。第85条之二，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依本条例规定应予禁止通行、禁止其行驶、禁止其驾驶者，交通勤务警察会依法令执行交通稽查任务人员应当场执行之，必要时得进行一致保管其车辆。前项车辆所有人或其委托之第三人得于保管原因消失后，持保管收据及行车执照领回车辆，其违反本条例第35条规定者，
者应同时前赴缴纳罚锾收据，但初次违反规定且未发生交通事故者，得减负分期缴纳罚锾收据领回车辆。依第35条规定，被进行一致保管之车辆属租赁车业者之车辆，得由车辆所有人检具租赁契约书、违规驾驶人姓名、住址，并拒检后据予取回被一致保管车辆。第87条，受处分人不服第8条或第37条第6项处罚之裁决者，应以原处分机关为被告，竟向管辖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提起诉讼，其中撤销诉讼之提起，应于裁决书送达后30日之不变期间内为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35条之一及第35条之二条文，并将第35条、第37条、第45条、第67条、第73条、第85条之二及第87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党团协商所作之附带决议一项，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一项，为了回应社会大众对于酒驾零容忍的要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中，对酒驾测试浓度低于每公升0.25毫克以下者，虽未构成刑责，为是否仍得修法，采取拘留，以有效吓阻酒驾之发生，请交通部会同相关机关在3个月内向本院提出相关修法建议。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决定照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第一位，请陈怡明委员。好，主席、各委员，鉴于近年来。酒后驾车造死亡人数有逐渐攀升之势，以居肇事原因之首，且近3年平均每年都有3万起的酒驾的累犯事件的发生，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碎。为了捍卫国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遏止酒驾事件的发生，此次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相关的刑责。本席也有提案，谢谢各位委员的支持，今天得以顺利三读的通过。此次修正的条例，对于驾驶人涉及酒驾，当场一致保管该汽机车外，并吊销其驾驶执照。本席认为，吊销驾驶执照、当场一致保管的车辆、裁罚拒绝酒驾的驾驶人等手段，也可以促使驾驶人接受酒测，进而遏止酒后驾车不当的行为，防范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助于达成惩酒驾护百姓的目的。而在第35条关于酒驾肇事规定的处罚，虽然限制驾驶执照持有人受宪法保障的自由权利，但是驾驶人本有依法配合酒驾的义务，且由于酒后驾驶不仅危及自己，也危及他人的生命，更妨碍公共安全及交通秩序。因此，今日三读通过，加重处罚，延长酒驾车辆与吊照的期间，提高罚锾到18万元新台币，以维持公共的秩序，保护社会的安全，防堵酒驾管制的漏洞。最后，本席在此呼吁所有酒驾的民众，能够下定决心前往医疗的相关的院所，接受心理咨商的辅导，戒除酒瘾，能够积极的面对。这样才是我们此次立法最终极的积极目的。以上，谢谢。接着请林俊宪委员。谢谢主席。今天我们立法院完成关于酒驾的道交条例的修法，我想这是回应社会对于酒驾我们所无法容忍的民怨，台湾社会对于酒驾
造成无辜人民的伤亡，我想大家都没有办法容忍。但是过去啊，关于道教条例的修法延宕多时，因为委员送来的版本非常多，因此呢，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协调，今天我们总算完成了我们国会应有的责任，对于酒驾所造成无辜人民的威胁，让国会啊不得不提高对于酒驾的处罚。今天我们特别针对了汽机车分流，以后对于汽车酒驾有非常严厉的处分，对于再犯拒绝检查，对于汽车的没入，甚至对于旁边乘客的连坐以及酒精锁，在新的道交条例总算国会议员之间达成了共识，我们也完成了这次的修法。我们希望这样新的法律的修正，其本意啊不是在于处罚，而是希望在于喝阻，让酒驾的情形能够降低，甚至不再有悲剧的发生。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刑责，而是在于保障无辜的人民，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接着请许玉仁委员。酒驾零容忍，我想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共识。今天终于酒驾修法三读通过了，除了对于酒驾行为罚则提高，对于拒绝酒测的行为也必要加强的监管。另外，本席也认为说有必要导入科技执法，降低酒驾累犯的比例。事实上，针对拒绝酒测的行为呢，多半因为违规者不愿留下酒驾的刑事记录，宁可以缴罚款的方式来代替酒测。那么，行为人因为多次酒驾的这个记录呢，并且逃避刑法185条之3来判处徒刑的这个记录，本席所以才会提出修正道交条例35条第4项，将拒绝酒测的罚款提高成2倍，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并且终身不再能够考领。希望除了喝阻人民拒绝酒测的行为之外呢，也能够加强保障执勤员警以及用路民众的人身安全。另外，酒驾累犯在3年内提高了7%，酒驾累犯的情势有日益严重的比例。所以呢，本席呼吁应该导入科技执法，以酒精锁作为防治酒驾累犯的工具。那本席希望呢，在将来科技执法的成本降低之后，交通部可以考虑更加普及这个酒精锁加装的范围，以确保未来酒驾累犯发生的比例能够日益降低。今天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三读通过，本期殷切的期盼未来不会再有听到家庭因为酒驾而破碎的家庭惨剧。接着请陈曼丽委员。今天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修正案，在此我感谢各位立法委员和行政部会的共同努力。我长期以来和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合作，并且提出同车共责的法条版本，希望能够对防范酒驾事件做出贡献。我所提出的修法版本，具体来说有3个重点。第1个，汽机车驾驶人
经过测试检定，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或者是血液中有酒精浓度达0.05%以上，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会有同车共责的处罚，就是600元到3000元的罚款。另外，我们有一些排除条款，就是18岁以下、70岁以上、心智障碍或汽车运输业的乘客，则不在此限。另外，我们在这边也提出修法的宗旨，希望能够强调同车共乘者的责任，能够提醒我们的驾驶，务必不能够有酒驾的行为。希望同车共乘者最后能够帮忙把关，进行最后一道防线，能够去注意并制止驾驶是否有酒驾行为。酒驾零容忍这件事情在台湾社会已经有非常高的共识，而且大家都逐渐在改善，而且我们的人民意识也都非常的高。我同时希望法律条文在三读通过后，交通部门能够加强宣导，执法单位能够确保落实，而且更希望台湾社会不会再有因为酒驾肇事这种伤心事件发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酒驾行为让自己和别人。报院会本次会议议程所列讨论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下午5时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